脍至操场，用你一般尽快至操场集合。在场的班级听口令，以各班排人为准，向前喊起。向前喊。好，在场的各班，我们看齐一次，各班排头回准，向前跑，嘿！啊，每个同学啊，听口令，把动作做好。六年一班的同学，赶快努力。向前，嘿！好，再看齐一次，那个头套该戴上去的戴上去。戴好一点，好，再看旗帜哦，把你的精神拿出来，各班抬头挥拳，向前跑，去，前后对正啊，左右标旗，向前，哼。六年一班举牌手，赶快把你的头巾戴好。运动员进场。会旗进场，担任护旗手，六年一班吴静怡，六年一班黄文婷，与六年一班陈雅文和六年三班王燕婷。担任升旗手，六年一班陈雅文，担任护旗手的还有六年三班张晨轩以六年三班郑永兴。担任升旗手的为六年一班严希瑞和六年三班徐瑞彤。来宾请起立，脱帽，面向左方升起台。
来宾请复位，主席致辞。非常大的太阳下面跑步，也曾经在非常非常大的大雨中跑步。两种天气当然会有不同的感受，但是在雨中那一种舒适，那一种宁静，还有你可以看到所有树叶的那种翠绿，我觉得只要有好的心情，其实什么样的天气并不是那么重要。大家说对不对啊？我要跟各位家长跟各位贵宾说明的是，今天用了一些时间在会场的移动，但是我们学生的好表现我一定要跟各位好好的做一个说明。首先是我们的足球队，我们的足球小将们有很多从幼儿园从一年级开始踢球，他们每一天在操场里面透过了体能的训练，点球、挑球、射门、奔跑、间歇训练，在昨天他们创下了西藤参加比赛非常非常重要的里程碑，目前他们已经是中正杯前四强，大家请给他们掌声鼓励。我相信有非常非常多的足球队的家长在星期五的那一天是感动落泪，因为他们紧接着还有机会去争取冠军、亚军这样的一个荣耀，所以在这边校长感到非常的欣慰。要跟各位家长报告的是，局长对我们宣誓，我们将会是双语的实验学校，将来108学年度开始，我们不仅有冷气了，我们还要从一年级开始，有三分之一的课程是用全英语上课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里程碑。那我要邀请 Adam， 我们的外籍老师 Adam。已经跟各位互动很久了，那我相信各位也感受到他的幽默风趣，还有呢，已经沉浸在英语的学习里面。另外要跟各位介绍的是，我们所有的社团，包括游泳队、篮球队、跳绳队、直排轮队，我们的语文领域
我们的课语生活学校，我们去参加的选手，校长要告诉你们，只要你能够参加比赛，你就已经大胜利了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你去竞争的对手，你去参考的对象是全台北市甚至是全国优秀的选手，我们的游泳选手林心蕾小朋友，他在中正杯、青年杯、全国游泳比赛、总统杯的竞赛等等的大比赛里面，今年的统计他就得到了至少有9个第一名，还有无数无数其他的奖牌。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，因为他的每一个滑手，他4种姿势都要不断的练习，每一天的练习量是非常非常大的。我相信这就是我们学习的典范，学习是跟昨天的自己比，是跟前一刻的自己比，只要你有心更用心，你就会进步。我们的老师参加了教师的行动研究，其实在这边应该有万华区的这个有办学校啊，是国中的，所以就没有关系，可以讲我们参加教师行动研究是万华区教师组第一名，也是全台北市小学24班以下全部的第7名，我们给老师们掌声鼓励。今天时间有限，而且花了一些刚才的移动时间，所以我就想把时间省下来。我要跟各位家长拜托的是，请各位家长、各位贵宾看到我们孩子们的努力和认真，我们也要一起来感谢我们的教练，我们更要感谢在背后默默为孩子加油打气、打点很多细节的所有家长，还有各位贵宾，谢谢你们无怨无悔提供了最大的支持和包容，所以今天才能够让学生学习的这么自在，有这么好的成就。借由今天体表会的进行，我们孩子们还有很多很多要跟各位呈现的，希望各位给孩子们鼓励。各位孩子们，我们也一起来努力，并且你要记住，你要有快乐的学习，重点就在你的心情和心态。如果你有正确的心情和心态，你的学习是可以快乐的。我希望各位孩子们，你的能力越来越强。今天你以西门为荣，将来西门以你为荣。以上，谢谢各位。谢谢校长。颁奖。颁发热心校友赞助学校各项活动及奖助学金感谢状，请蔡清国先生上台。感谢本校毕业生蔡清国校友长期赞助学校各项活动，提供奖助学金勉励孩子，感谢您无私的奉献和爱心。特颁发感谢状，表达由衷感谢之意。颁发引入奖助学金及社会资源感谢状，我们恭请西门里里长叶敏慧女士上台授奖。感谢西门里里长叶敏慧女士为西门国小引入奖助学金及社会资源
为西门国小带来更便利、丰富的学习环境，在此感谢叶敏慧老师。班方协助各项校务推动感谢状，请家长会西门家长会郑曲玉先生上台。家长会在西门一向是最重要的支持力量，感谢会长不遗余力协助学校大小事务，感谢您的热心参与爱心，因为有您西门得以更好。颁发热心提供资源协助建制本校諮商室感谢状，我们恭请荣誉会长苏振荣先生与洪新元、陈建中先生上台授奖。协助学校工程师做尽心尽力营造优质校园，特此感谢我们恭请陈建志建筑师与陈建中先生上台授奖。班方长期热心服务爱心志工，请秦荣轩女士爱心志工。请秦荣轩女士、罗秀仪女士、曾爱荣女士、詹景文先生、沈慈梅女士、翁继慧女士、徐涵怡女士、李义纯女士、许真静女士上台，感谢本校爱心志工每周二教师晨会协助班级导师、故事妈妈传达善念、端正孩子品格。补救教学志工每周四五协助提携关怀学生，感谢您无私的奉献和爱心，特颁发感谢状，表达由衷感谢之意。周玉珍女士、庄元佩女士、许佳慧女士、徐虎成先生、李俊南先生、徐丽芬女士、曾小元女士、郑启玉先生、曹俊女士上台。感谢本校爱心之工导护交通，让孩子快乐上学，平安回家。图书教具管理志工协助学校整理书籍以及各项布置，机动组志工作为学校强力后盾，支援学校需求，让各项活动得以顺利进行。感谢您无私的奉献与爱心，特颁发感谢状，表达由衷感谢之意。请本校替代役男洪松温先生上台。我们恭请会长为我们班长颁奖。感谢台北市政府替代役洪松温先生这一年来协助本校各项大小事务，于服役期间表现优异，仅代表台北市政府颁发感谢状，表达由衷感谢之意。颁发服务西门国小满20年资深优良教师，我们
恭请施正宏老师、郭秀倩老师、陈冠文老师、郑慧玲老师、林佩琴老师、黄婷英老师上台领奖。恭请荣誉会长孙会长为我们颁奖。感谢台上所有老师将彼此的时光贡献在新北国小，他们的温暖教诲、出风化雨、做热心和无怨无悔的奉献，令人敬佩。请代表全校家长、学生表达感谢的之意。各位孩子们，校长要跟各位补充介绍到场为我们祝贺的另外一位贵宾，我们红道五中梁正道梁校长。校长好，家长会长致辞。各位贵宾、校长、主任、各位老师以及各位家长，还有所有的孩子们，大家好！会长好，谢谢，请小心。各位小朋友，从11月8号、11月13号、11月14号这三次的预演，这爸爸都看在眼里面。我发现每一次比一次越来越好。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体育表演会，希望你们尽你们全力，100%表现给所有的爸爸妈妈、所有的家长、所有的贵宾看，大家加油！谢谢，谢谢会长给我们的勉励。补充贵宾介绍，各位孩子们，有些孩子们偶尔可能会吃到美味的面包，那是校长的一位好朋友。来自于社子国小的志工队队长，他叫做许福，许大哥。队长好。好，谢谢许大哥对西门的爱护，也感谢他在这样的天气赶过来为大家加油，谢谢。运动员宣誓。运动员代表6年2班黄胜豪，
神队，跳神队注意，那个现在雨大了哈、哦，校长决定要到楼上，所以你们先到楼上预备。好，请各位工作人员注意一下，六年级，我们请努力做到最好。那接下来下雨哈、哦，我不希望孩子淋雨，所以如果有淋湿头发的，请到健康中心、到游泳池、到幼稚园借那个吹风机，然后把头发擦干，不要让头发湿湿的。在川堂有姜汤，请你带着你的杯子到这边，随时都可以来取用。那现在，请给我们5分钟的时间，我们要移架，就是整个设备要移到楼上，请各位。工作人员到楼上预备，那也请各位家长多包涵，非常抱歉。